我国即将从2月底开始实施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为了提高人民对辉瑞疫苗的信心，首相丹斯里穆尤丁去年12月就说过，将成为大马首批接种者。如今，首相不只会在第一批接种行列，更是第一位施打疫苗的人。政府将从本月底开始，分3个阶段在全国展开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以在大马形成群体免疫，并放眼全国80%人口或2650万人免费注射。首阶段涉及50万人，而第一位接种者将是我国首相。Saya boleh sahkan bahawa Yang Amat Berhormat Perdana Menteri adalah orang pertama yang akan menerima vaksin Pfizer ini disebabkan kita nak memberi keyakinan kepada orang ramai. Ya, Tan Sri Perdana Menteri nak bagi keyakinan kepada orang ramai bahawa vaksin ini adalah vaksin yang selamat diguna pakai. 科学公益及革新部部长凯里昨晚接受本台访谈节目访问时，也回应外界批评，为何我国比其他国家，包括邻国，更迟收到疫苗。凯里解释，大马更专注于疫苗接种的规划，确保本月底取得疫苗后，在1年时间里完成接种。凯里也认为，我国不如澳洲、韩国和日本那样缓慢，因为这些国家还在研究合适疫苗的阶段。部长也指出，在第二阶段的疫苗接种开启后，归纳在这个类别的高风险群体及身障人士可通过5个方式登记接种，包括使用 MySejahtera 手机应用程序、网站、热线及亲临附近医院。此外，卫生部人员也会走进内陆地区，向郊区的民众加强宣导。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